林总，你能告诉我一下淘汰我的理由是什么吗？哼，风铃不成女骗子。女骗子？谁？请不要再跟着我，谢谢你。不是的，林总，你听我解释，林总，开门，你听，防诈骗小，我真的不是骗子，你误会我了。爱情很美好，入坑需谨慎。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，千万不要相信哦。我知道了。还有别的衣服吗？落在后场去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这是我离配音最近的一次，我不想放弃。来不及了，人我们已经超满了，我回去给你取衣服。三师兄，我在蜀中看到了你的剑，可追出去的时候，我让你开始配了吗？你却已经走了，我料想要真是你必然会回来的。气息不足。三师兄，我在蜀中看到了你的剑。重音。你的剑，可是追出去的时候你却已经走了。注意节奏。我料想要真是你必然会回来的。为什么喜欢配音？我想把自己最好的声音留在国漫里。还有呢？就喜欢呗。没了。一会儿去哪儿？我送你。